天气还不错啦。哦，里钓具店呢？大安溪哦。这边是大安溪卓兰的部分，来看一下，上面是卓兰大桥，这应该下去困，这应该是以前的通道路，现在封起来。溪水是浊的，略浊。这个一看有个人下去了。应该没错。可以看到溪，还有溪，看到路上啊，大。挖的蛮夸张，外面那边在赖地那边钓，然后上游那边也是。机会的景山溪，后面这个池塘应该是有人的吧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的，要看水蛮浅，好像有乌尾洞吧，那里面有没有鱼虎，应该是有鱼虎吧。这边看起来不错，适合我溪钓的地方。目前这边的状况，离那边深处有点远，我可能要掏远点，然后我要钓一个池钓或溪钓都可以。虽然没有很好，应该甩那里最接啊，看运气啊。哇，这个是被咬的吧？看起来不太像，看好像人的嘴巴。哦，还有七哥啊，什么猫啊，
很多。因为它没有感染的，这边的鱼都很健康，超级赞的。一堆人来这条溪，其实这条溪没想到那么糟糕啊！一堆人来这条溪，就是丢垃圾。垃圾不捡走，一条这么漂亮的溪，你看，哇，蝴蝶好漂亮，小小一个垃圾都懒得捡走。只敢钓法，它这样子应该不太会咬，放着就好了。一个了，应该还是很多。
并非想象中的。OK。其实真正破坏溪流的是我们，不是渔夫。你看他在底部啊，他们都潜得比较深一点，所以我是溪哥啊。棒。苗栗的溪很棒，可惜都被很多被柴虫挖到乱烂掉。溪流的原始样貌应该就是像这样子，石头很多。所以它鱼自然可以躲。就算有鱼虎，那小鱼躲到石缝里面，鱼虎也不一定追得到它们。而且这种濑区是小鱼天下，你知道吗？呜，石冰呢？呜，我在追鱼。应该跑掉了吧，一个海贼啊！到了呀，活鱼放流。哦，一个了，呜，阿福，你还保重啊？这有鱼虎哎，你莫叫夹死伊哎。都有人走过了啦，
那里了。马孔，台湾原生马孔，它急流出来是很多那个石冰在翻。健康 ，OK， 好啦。虽然现在顶山溪有鱼虎啊，但是大家来钓还是把它带走之外，垃圾也带走吧，好不好？不然这条溪还是很漂亮。这条溪我被破坏很可惜啊，很方便的溪啊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那溪钓应该也不错，这里也是一个标点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是钓沉底了，哇，好多人在钓。再下去，看等一下，我要一直卡到水管，哎要修，看看大摆要修啊，放大呀，一下卡掉了，我用。水表的，哎呦，无代志呢，那错是用我错。那个是尾巴，还有那个分享。哦，有，撞撞撞撞撞撞撞，
中了中了中了，卡迪卡迪。